下完那个雪以后，雪不是融化了吗？跑道是蓝色的，水都那个堆积在那边了，又有那个山的壮观，感觉风景挺漂亮，随便拍了一下，然后随便发了一下。这边是加治县雪山下的足球场，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背景。特别神奇的地方吧，风景又好，海拔又高，一上课的话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，心情每天都不一样。刚下的时候就一种浪漫的那种嘛，一融化的话一下子醒悟的那种感觉，就有些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操场，像梦境一样，感觉人在油画里走来走去。这种景象的话挺多的，五月底左右的话特别多，六月份雪融化以后山的话都变绿的。